10月初也要登台开唱的韩国天团东方神起，以台湾为首展开世界巡演。自行的整理报道。自行的整理报道。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大家讲呢？没有嘞，因为刚小芳一直问我说什么啊，是不是？因为我想去看。小芳，你进来跟大家讲。我想去看他演唱会啦。OK OK， 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回来。